欢迎你来到支持忠臣的网页，这个全新制作的网页希望能够让支持忠臣的朋友更容易了解学院的发展和需要，奉献支持我们的神学教育工作。在网页的右上角很容易就找到即时奉献的紫色制，进入网页之内，你可以先选择每月定额奉献定是一次性奉献。不论你选择每月或者一次性奉献，你都可以按感动选择想支持的项目，而右边设定了不同的奉献金额，方便大家选择。之后你只要按程序填写个人资料，并且选择合适方法付款，当中包括信用卡、PayMe、转数快、电子支票等，就完成奉献。除了方便快捷的奉献方法，网页内亦都有不同的资讯，包括学院最新的财务需要。在右上角九点制里面，按奉献项目就见到各项详细资料，例如冠名教籍、介绍教籍的运作方式以及现有教籍名单，助学金及学生奖项就列出资助神学生的各种奉献方法。我们明白支持者都希望知道附上的奉献能够产生的效果和带来的发展，因此我们设有年度事工简报，概述年度工作报告，让支持者能够初步掌握学院的事工发展情况。忠臣历年来共有超过3400名毕业生，每日在全球不同角落为主作见证，服侍有需要的群体，转化社会。支持忠臣的每一分奉献正透过装备教会未来的领袖和牧者，为教会和社会带来祝福，诚邀你一同承担起推动神学教育运动的工作。